奶茶，我带扣扣去看电影，你在家写作业。妈妈，我也想看电影。三个人的电影票多贵啊，回来我们把内容讲给你听就得了。但是自从有了扣扣，妈妈再也不带我出去玩了，就连我的生日都忘记了。扣扣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大金豪鹰眼，妈妈给你买回来了，拿去玩吧。扣扣，妈妈给你买的什么呀？我也想玩。好啊。妈妈不是这样的。闭嘴，做错事情还不敢承认，明天开始住到姥姥家里去，以后不许再回来了。我讨厌你这样的妈妈，你心里只有 Coco， 根本就没有我。 Coco 奶茶吃饭啦。妈妈偏心，我怎么没有鸡腿？ Coco 学习比你好，当然要多吃一点，你一个学渣吃什么鸡腿？Coco 奶茶，猜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。这次不会又偏心 Coco 吧？当然不会啦。走，这是你的补习资料。可靠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大剑豪鹰眼，送给你吧。还是扣扣最聪明，哪像你啊，笨不拉几的。来，扣扣，妈妈陪你玩航海王热血航线。啊，我也想玩航海王。你玩什么玩？考试都不及格，该去做作业。